来看看现在的时间点呢，是2017年元月30号周一的晚上10:01，是刚刚出现状况，脸书系统有点不灵光了，这种状况不是说少见的啊，老是闯。请问这脸书系统公司，好像这个看到火星了，火星的照片，那基本上上面那个短文是安所写的，没有参考资料就写就了。那下面这一幅照片呢，因为当然很可能是，但不是幻想的，可能是某个探测船已经登陆在火星表面了，在火星上所拍摄的影像，我们看看 OK 吗？好，我看看这短文的部分。刚刚等着等的地方等很久，基本上，小松尽量不发言，让我们慢慢的看文章，文章会慢慢的移动。时间点是，就是刚刚时间嘛，是它还没到1个小时之前呢，好，过去，我们再看看几段了，大概都没有录到的部分，有几篇没有录到的部分是哪边呢？是浪子归来，这是由这一幅油画作品所起的，所出发的，这是林布兰特的油画，我们看一看怎么回事，浪子归来。父亲，我回来了。再大的波涛，更险峻的挑战，也没有您温暖的双臂，无法抵御的，让我心安。我儿，你终于归来。父，朝夕盼望，每夜辗转。呀。回头就好，为父一生终于盼到你，我儿。林布兰特画的这幅图，应该是林布兰画的，没有问题呀、我来看清楚一点。那位归来的浪子，他跪到他父亲怀里面。他父亲以双手搭在他肩膀上，背部安抚他。好，我们出去，杰洛米的东西啊，Jean Leon Jeremy 是他的油画，非常有异国风土的味道。他哪些东西是还没弄到了？好，基本上，哎。对不起，我插个那个补电器，OK 吗？那我们这一段来看什么东西？看 YouTube OK 吗？看 YouTube，那我们就看这个 YouTube Olympus，这目前呐，其中最多的这个所剩余的，就是末路的不算了。如果是2017年元月20多号之后的。之前的没入的就不算了，没入用宋安的名义没入，那600多部影片不算，那剩余的还有这些83部，包括进来，这晋级的时候拍的，一共83部。那大家都看到上面那个关键就是安吉尔，或你加一个 Olympus 奥林帕斯 Olympus 安吉尔，你就会找到这个连续性的东西。这个是目前为止，我今天是2017年元月30号的。新的版本呢、新的版本就是它末路之后所残存的，还有部分还包括最新拍制的东西，《植物杂谈》之一，壮阳药物、历史上的矿物，基本上这还有一些面貌还残存着。像天文志呢，那时候讲了几十讲了，只剩下这一讲了。埃及是图书和博物馆的部分，
是以不同的名义上传的，所以跟原先被销毁的那个东西，被没入那一部分有重叠的，是吧？那有部分，有一些部分像这个004啊，2003呢是语音的转录的部分，又没有画面啊，是吧？语音文字是一样，是。就往下看，有一些新的作品呢，是不是新拍制的，算是作品的新拍制，索罗亚斯的语音，隐身的暴君与青铜重骑，四根铠甲还剩下这几个。书店偶遇是红尘，胡服浮游在月夜的森林边缘交头接耳 ，Foreigner 的甘霖秘录，真穿上沙米啊，穿上沙米，这是有水彩的作品，像是《红楼》里有风月宝剑反复观，征服世界，铁丝拉家族史一跟二，娃娃鱼洛阳奇兰佛法东来目录，什么叫语言？你好不好 ？Hello, Rena Rich， 女人花是美股 ，EDU Crocs 是袁明成所原著的，新颖读球，那基本上都翻成英文的，是小说的翻译的英文的创作了。是人种一二与星空都分为两段，亲子还包括了一些目录的部分。男人都是缺陷的，是有趣味性的翻译。雨过白鹭洲楼，留恋铜雀楼，还有八卦八卦我牵挂，这都是地球人一二三四五啊，都在里头。哎，一二三在哪边？哦，可能是前面一个，因为它都文字没有完全破出来啊，是吧？因为它是局限于这画面的关系。月奔逃，水鼻子，亲爱的水鼻子是席慕容的作品，小说把它翻成英文。斜塔之间是中英双管的创作，是短诗啊，是不解。真理是为了遗忘，在昏黄的夜色下巡行，这是尼姆斯基、高沙可夫、加百列。我试看看 ，OK 吗？我转个位置看看，这样转个位置看看，说明荧幕变小，这个方向看的比较完整，就是它的 title 是吧？那我不晓得它荧幕会不会缩小，我试看看 OK 吗？是不是？高阳，今夜你可以在梦中塑造一座山河。它逗点就是把两段不同的作品分开来了，是吧？会思想的化石，能沉居大地的炎帝。这小说年轻时候的诗作，是吧？基本是中文作品，是吧？是啊，那这个是一分钟的，这个最多了。Angel Faber。阴魂一阵阵，化石边位在本银河的彼端，是吧？恨满天涯，直扑离，热情。我的女子，地球人四，我们看到地球人一二三在后面，男人都是缺点。八卦八卦我牵挂，是不是？往前看 ，OK 吗？是。情字跟恨满天涯，是。这是文书，是不是 ？George Carl， 莫须停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风雨故人来，电鳗发威，我们终于死了。行，三藏超现实画家，是人种一二与星空之二，是岛与岛与 Islet， 基本上小说的翻译作品，翻译成英文，是关于一些被不孝的子孙遗弃的母亲，是。这是往上看，是娃娃鱼，洛阳前来，佛法东来。有作品的都有作品集，那基本上家族史、家族史这好，往上，请您静静的听呐、啊，是吧？但是俾斯麦还没进去，俾斯麦非宰相，他是我朋友，拿破仑非皇帝，他是执行，是不是？欺骗之意，但还没有录进去，是吧？你过了9分33，我们录到10分钟就把它结束。这个开讲讲的资源的故事，原先呢，那就被没入46部的，那目前这几部还留在这边呢，是不是 ？Metropolitan Tripolis Human Homo 是 Elixir 这个字，字根怎么来的 ？Powder 的意思，一颗纳糖的 Aten 跟 Anatolia 是相关的资源学，是吧？隐身的暴君与青铜重器。就不完整，因为图片没有抓下来，所以只有文字的部分了。是爱恋幻影一二三，是吧？
是 George Cao 名义上载的。好，我们就看看这是 Sinfish 的部分，大概就是当时候就是近当代就是中华民国史了，这些东西资讯，是小宋那个时候的金正的状态，还有就国际的一些书记在里头，用对谈的方式呈现的，是吧？湘江邵氏电影李小龙极端社会主义，这是另外一段了，是吧？是与捷克谈战争史，我记得哈，语言文字部分是，是可以慢慢看，利用 Sinfish 来。往下看，好，人还残存的是吧？因为有重叠，跟末路的有重叠，是被幸存下来了。被末路的基本上有不可能一去不回，很有可能的，是非常让人家悲哀的事啊！是，你难过不足以形容啊！是啊，破产嘛，比破产还惨呢、啊，是破产。好像11分17秒了。喜马拉雅跟 Hibernation 的关系，蒙古王朝这一部 是 OK 吗？我也许可以看看，也不一定啊。这个东西有1000多人点播、啊，基本上虽然是很少人会知道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部片呢、啊。那在那个被没入的部分呢，最多的话是3000人点播，哎，不过那是禽鸟的部分呢。第二部就这一部了，这重叠另外一部。这底港号啊 ，Trieste， 伊拉康吉的水母、啊、是非常剧毒的东西。这是幽灵章鱼啊，是很有趣的。提克塔里克讲的一些生物的进化，博什伊博什罗夫宫博物馆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好像还有一部那个大英博物馆都没有进去，待会找我看看，是吧？历史上的矿物，这是非常有趣味的。OK， 好，过去了这一段，就过去了，过去了。是 Angel Faber B， 是啊 ，Olympus Angel 这两个字呢，一个中文，一个英文，基本就是怎么讲，就是商标了吧，就是个 mark， 可以辨识的 mark， 因为在网上很少人用这样的 mark， 尤其 YouTube 上面的。是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它改变的话，那安又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加以抗衡或者加以处理了。好，过去这一段。是。13分08秒结束。现在时间点是2017年元月30号晚上的22:14，星期一是不是？信息元月30号2017年。